合成图翻摄自超级靠北脸书，大家常去逛卖场麻波浪服，为了吸引客人注意，商品摆放也是一门很重要学问。最近在脸书就热传一组图，某间家具行经理请一位工读生协助布置整理家具展场，强调要有爱的感觉，结果隔天就被开除了，因为他布置完后常这样。图翻摄自超级靠北脸书，图翻摄自超级靠北脸书 SDDDDD 要有爱等于下划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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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网友也笑翻，把自己想象中的每一天都给搬到现实中，难怪被开除 FD 好友爱哦，经理晚上来我家一趟，记得买必需品，我看好你，叫你办事，你每天看家具看成这样，布置者太有才了，求问是哪家卖场，想去见识一番，这间一定要去逛逛，很有爱呀，那么多可爱的熊熊玩在一起，很有爱的，这也没错啊，很有爱呀，那么多可爱的熊熊玩在一起，很有爱的，把自己想象中的每一天都给搬到现实中，难怪被开除 FD， 这个我给满分，经理没有错，员工也没有错，只是对家的感觉不同而已，直接了当的说明这一项家具的用途可以如何使用 FD， 如果有客人看到这种布置应该会觉得很傻眼吧，这家店风格是怎样 FD， 这个如果给客人看到应该会觉得这家店的风格很开放，笑到肚子痛，才能用错了地方 FDD。